八世纪的好晚期的时候，开始有金属做成模型，那一口气是可以做很多个，对不对？大的，一口气做300个，哎，大家模型要多一点，好，所以大家速度就变快了，好，我们就比较有效率了。可是那个时候呢，大家还是比较小气一点。你知道马德莲的食谱，你要不要告诉别人？不要，对，大家都说吃了之后，我自己品尝出来的奶30公克，糖900公克，面粉5公克，还乱糖，哪有糖？然后就自己每个人就开始自己的，糖比面粉多3倍，就爱吃糖啊，哈。然后他们就自己有的人开始去抓食谱，但有的人的食谱就是比较厉害，他烤出来就是比较好吃。好，可是那时候食谱很难流传，原因是什么？没有纸。有纸，但是没有什么。电脑。对，好，现在电脑列印很贵，对不对？没有墨。没有那个印刷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说，我想要那个食谱，你给我，好，我给你啊，然后来刷20000字啊，你去抄啊。对，他就抄到什么时候？哇！他一抄来，他一个卷轴，然后卷超远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时呢，印刷术还没有开很发达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食物很难呢，大家都知道怎么做，所以就只有固定，比如说静云家知道，只有静云台马德莲，啊，李安家马德莲，好，类似这样，就只有几家马德莲这样子，然后大家要买就只能去那边买。好，后来到18、19世纪，那就可以赚很多钱了。对。没有错，所以那时候呢，马德莲很红的时候，开马德莲店的人真的蛮赚的。好，那可是到了18、19世纪，开始工业革命，这个是纺织机，可是金属模具的应该也蛮赚的。对，你说要做这个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好，然后在当时呢，好，除了纺织机开始变得机械化，可以很快的纺织衣服之外，还有印刷术也变得很快。好，那印刷术变得很快之后，李安，你那20000字的食谱给我。我不用烧了，送到那个印刷机里面，就咻咻咻咻就很多份了。好，所以当时就出现了食谱被公开了。那食谱被公开了，你会做，你也会做，我也会做，你也会做，而且都会做李安家那20000字很难的那个食谱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李安家如果继续卖一个马德莲8万块，你会跟他买吗？80块我都不会买，还8万块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就变成大家就是好，他家的我也会做啊，怎么感觉、有洪家的味道跟他差不多了，所以大家就开始销价竞争了。好，马德莲就变得比较便宜之后是大家都买得起了，所以就开始所有人都可以吃到马德莲，就变得国民甜点，对，好，大家都可以吃得到了。好，然后年销量一年他可以卖到20000个马德莲，好，是之前的10倍，多10倍哦，以前大概一年只能卖2000，他20000个，对，我们听起来觉得蛮少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像我们的现在那种工厂生产线大量制造，那机器一下来就100个马德莲，没有这样。好，那后来还有一个事情的发明呢，好，一个东西的发明让马德莲传播的更广，好，就是火车。好，有看过这幅画吗？没有。好，这个是马内的画，马内画的一幅很有名的画，草地上的野餐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有绅那个穿着西装的绅士，可是绅士旁边有一个裸体的女生的草地上野餐，有看过吗？好，那个女生裸体的那个女生是马内这个画家非常喜欢的一个模特儿，就是她。好，这幅画这个女生也是她。好啊，这幅画叫做铁路哦，请问火车在哪里？在她后面那些烟雾里面。对，就是在烟雾里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那个年代是蒸汽火车。好，所以我觉得马内很聪明，因为当时的很多画家，那个火车刚出来，当时的画家很多都跑去画火车。好，然后大部分人都是画火车，然后在那个铁轨上啊，可能就穿过那个大自然。可是马内呢，我就不要画火车，我画一团烟，火车就在烟里面。因为其实他不会画啊，原来是他不会画啊，因为我觉得他的点子蛮好的。好，而且呢，他让这个小女孩背对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火车，对，他在看火车，代表火车在当时的小朋友很新奇。现在叫你去看火车，你会看吗？不会啊，叫我看火车，我坐在这里干嘛？很热呢。网络查一下就好。对啊，现在，但如果现在叫你去看火箭，你会看？会，对，因为火箭对我来说比较新奇。好，啊，那时候对他们来说，这个蒸汽火车嘟嘟，好，那种就已经很新奇了，所以他就守在那里看。好，那火车呢？一上路之后，速度是变快了。所以早上，石云烤了一盘马德莲，
西语那边跟他定了，可是他们中间隔了一个城市。以前呢，可能要送过去就要隔一天，然后马德莲都干掉，不好吃了。好，现在有火车，没有送过去，然后就快速的穿越雨林这边的国家，城市，就可以到西语那里，所以就可以新鲜直送。好，那马德莲就变成本来西语那个地方都不知道马德莲，现在可以送过来了，哦，马德莲好好吃，再跟他订，好，火车给他送过去。好，所以火车也帮助了马德莲。好，那后来又有一个新法规，好，让马德莲呢直接又更爆红了，就是呢在科尔梅西，好，科尔梅西就是那个公爵，好，一开始马德莲诞生的那个地点，他们的火车站，马德火车站呢，政府允许他们，你可以直接带着马德莲走到火车站叫卖。来哦。对，所以呢，很多那个本来是没有要下车的，他是要从这里搭到那里，只是中间会经过这个城市。那本来没有要下车，就没办法走到那个火车站外面去买马德莲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他这些阿姨可以直接扛着马德莲进火车站，所以火车停靠三分钟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怎样？下去买。下去买，或者头手伸出窗外，好，然后呢，就是哎，我要马德莲，3块钱，三个。4块。你涨价，乱涨价。你刚不是卖1块吗？好，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呢都会特地来这一站，想要跟他们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那个口味，不同的店跑出来口味不太一样。你可以今天哈，每天要通勤的。我礼拜一吃这一家，礼拜二吃这家，礼拜三吃这家，然后都吃过之后呢，就发现这家比较好吃，好，接下来就每天都吃这一家。好，所以呢，它的那个年销量就突然就砰又上涨了。刚才是一年卖2万个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太少了吧，这样还敢说卖很多？哦，不好意思哦，现在一年卖240万，还是很少。1840的多少？我不会算。34。对，好，我也不会。35。什么是15？好，所以才差了30几年，就可以直接变成120倍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还是很厉害。对，我们用现代眼光说训呢。大家还敢跟我们说，我们一天就240万啊？没有，对吧？好。一起变胖？不是，大家都一起做马德莲，大家一起学做马德莲。我告诉你，其实呢，有食谱不一定做得出来。我本人就是有食谱还是会烤得很烂的那种。好，我的马德莲永远都是很干，要么就是我调整比例就变得很湿，然后要么就是没味道。好，反正永远都没有成功。有些人没有食材。对，有什么？不是每天。老师，这马德莲是你做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原来害你们了，我觉得自己。亲手做马德莲给这些孩子们吃，好，那像虎跳虎，吃完都急诊了。难道今天急诊好热闹？大家他们都从同一个地方来的。好，没有，我这次马德莲是请一个很厉害的从英国回来的那个厨师做的，对。然后他做他的那个香草是真的用香草的豆荚用的，不是用香精。他会掰啊？是真的啦。然后他给我之后呢，他就说希望小朋友吃得懂。用真正的香草做出来的美味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做大一点，小朋友就会开心了。然后就说怎么？好，而且你要交换的学会品尝啊。我说小朋友喜欢大，越大越好，就要跟你一样大，他拿到就会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你用那种高奢的味道，好了，我们等一下学会，然后我们就那种咬下去，真正的香草就是这个味道，好小哦。好，那总之呢，这个马德莲扩散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，就是马德莲成为每个人的回忆呀、啊。你的记忆中就有一个，我曾经在科梅尔西火车站跟一个阿妈说，哟，我要3个马德莲，好好吃。对，然后你也可能有一个记忆是，你到了那个法国的某个地方玩的时候，走到一个面包店，然后就有一个刚烤完马德莲的小伙子跟你那个告白，就送你一块马德莲。不喜欢这个回忆是不是？好，类似这个样子，所以每个人的回忆可能都会出现马德莲，马德莲就变成每个人共同的美好的回忆。